2022世界经历了很多冲突，包括俄乌战争、大海对流的局势，连带也影响着全球的供应链的实行。其中传播的形态和媒体也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此，今年中华传播学会年会主题就定为冲突下的传播辩证，会中举办一场的专题演讲和论文的发表。其中在后疫情时代，如何运用公用和地方频道，发挥媒体运用功能，由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委员王维金教授来主持，邀请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陈炳宏和地方有线电视的业者共同坐谈。NCC 在对有线电视的这个换照跟评鉴啊，我们会做三点很重要的这个要求。那第一就是要要求这个公用频道，它的这个地方团体或地方民众产制的内容的占比哦，必须要拉高。那政府还有地方政府，它的这个内容的占比啊，必须要下降。好，那对地方频道的部分啊，我们会要求说，内容生产的投入资源必须要承诺要增加。那特别是这个地方频道的这个新闻时数哦，要去增加。那我们也会针对有些区域，譬如它有原乡啊，还有这个特殊的文化区域啊，那希望说这个有线电视可以去多一些的这个生产补助，去补助这些特殊的文化区哦，让他们可以生产更多的在地内容。很感谢中华传播学会啊，今年可以在台南市这边办年会哈。那中嘉宽频、三光网、双子星有线电视也非常的荣幸，那被邀请来参加分享公用频道宣导跟这个我们的相关执行的一些方法的经验哈。那双子星跟三光网有线电视其实在台南经营公用频道也非常久的一段时间，那我们也透过非常多的方式来做公共频道相关的宣导以及节目的相关的制作，也希望透过这次这个座谈会的方式呢，也让我们所有的民众可以来了解说台南市公用频道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来使用的一个频道，那也非常的欢迎，希望大家可以来踊跃申请，那让大家的作品可以在公用频道这边跟所有的人来做分享。会中虽然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和教授都认为，虽然全台民众有听过并且看过公用频道的人口大约14%而已，教授也坦承，一方面疫情期间透过公用频道来报上防疫宣导的时，无好好啊宣导公用频道。另外，业者也表示，时常会当着影片的内容，应该牵涉到版权等问题，希望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会用个帮忙来解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